第一题，烤香肠时若火候控制不当，表面会焦黑，这是由于香肠含有下列哪一种元素？我们看到表面焦黑就会想到它应该是碳，当然是黑色不代表它就是碳，但是因为我们在学有机化合物，同时呢这里的选项中也只有碳会产生表面的焦黑，所以第一题问我们说这是由于香肠含有下列哪一种元素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B,C 就是碳。